家早安，我是露ちゃん。文当呢？今日も動画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天我跟文当要带马吉去 shopping mall 去逛一下阿卡酱本铺，还有逛一些小朋友的东西。想说可以给马吉买一点玩具，然后又难得带他出来嘛，他看起来超开心。我好开心啊，可以出门耶！おしゃれしてるね。对，这件衣服是文当买给马吉的，庆祝马吉出生的礼物。好开心啊，跟爸爸妈妈一起去逛街耶！跟大家说，他真的超爱出门，他每次只要出门，心情就好到不行哎。Hello， 大家，前阵子收到大名鼎鼎的德国威马床垫邀请来体验他们的床垫，我收到这个邀请超开心的，因为德国威马床垫是欧洲获奖最多也是销售量第一的独立筒床垫，获得过75个以上的国际奖项。而且查了一下，发现德国威马床垫超级消费者友善，所以就马上接下这个体验。我从床垫送到开箱就有做记录，床垫送来的时候不会太占空间，有超乎我的想象。而且很贴心的是有送塑胶刀片来打开产品，一个人呢也可以很轻松安装。我就自己一个人装的，因为文当每天都在加班，压缩打开之后很快就膨胀了。我跟文当已经睡了差不多一个月，真的是非常的满意。德国威马的 Hybrid 床垫的独立筒加记忆棉五层混合设计，支撑力和包覆力对我来说都很足够。人体工学设计让侧躺脊椎还是一直线，躺得非常的舒服放松。生完小孩和照顾小孩真的非常容易腰酸背痛，但是呢，我睡这个 Hybrid 床垫都睡得很好。另外，我自己最惊艳的就是抗扰动设计，因为我跟文当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轮流喂奶，起床的时候都很怕会打扰到休息的人，因为休息的人的睡眠品质真的非常的重要。威马的抗扰动设计都做得很好。唯一可惜的是床缘坐着偏软，因为我常常坐在床缘看宝宝，所以就比较有感一点。那另外我也有睡他们的黑钻石记忆枕，可以依照喜爱调整高度软硬，睡起来真的超舒服。我们还有搭配防螨防水保洁垫，有宝宝在家真的都比较注意尘螨问题，推荐大家可以三个商品一起买。那现在德国威马床垫有给我独家的专属优惠，只要输入我的折扣码，官网全品享有9折，而且是可以叠加官网活动折扣使用的，真的非常的划算。那详情呢，我都放在资讯栏，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哦。文当先去停车场放东西，我在无印良品这里等他。无印良品这饼干超好吃，就很像可乐果，可是比可乐果还要更硬脆一点。我那个时候买了一个洋葱口味，然后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好吃，我隔天来买发现已经卖光，太可惜了。好可惜哦，妈妈超想吃的，对不对啊？你什么都不懂。你的头发好多哦，宝贝啊！你要逛街吗？跟妈妈逛街。因为现在马吉在睡觉，我跟文当想说现在吃午餐，不然太阳醒了就没办法吃。今静かに寝てる間に食べな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また便利トラックるのも久々だね。对，我们两个来吃的这家中华料理连锁，叫做鸿福饺子坊。付き合いたてぐらいの時に銀座ら辺でね。ベニトラなんかよく食べに来たもんね。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银座有乐町的豆腐的打工，所以有时候文当如果在我下班来接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吃，他又在豆腐的隔壁。耶，我超爱吃他们的干拌担担面，还有他们的锅贴也超好吃的。でもちょっと変わった気がする。前の方が麺が細かった。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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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麺が太くなった。もぞもぞしてきましたよ。食事をするのも戦争みたいな。好啦，因为马吉在中午跟早上的心情比较好，所以我们就趁现在来吃。下午的话应该就是哭。然后我们点了铁锅饺子来了，可是因为它太烫，我们就先把它放到盘子上了。看起来没有很好吃，可是它蛮好吃的。いやもうじゃあ本当午前中は機嫌がいいからさ、午前中に食べてよかった。本当本当。平常的话其实会睡到10点11点，但因为接我们出门嘛，所以他都醒着，现在应该是蛮想睡的。船桥的拉拉破朵，他们这里一区的有小朋友区，有阿卡酱本铺、神奇宝贝中心、迪士尼这些，还有玩具板斗城这些卖小朋友的东西，超级期待带马吉来逛的。这家神奇宝贝中心超酷，而且它这个是要抽号码牌的，真的超夯的。我们文当帮马吉跟神奇宝贝中心的 logo 合照，好巧哦。
跟大家说，我觉得生小孩之后呢，真的超容易买很多东西的。我以前真的没有这么爱买，但生小孩之后是用到各式各样的东西，像是我就会开始想买这种小包包，可以当成妈妈包来用，或者想买化妆包放尿布啊、奶瓶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好买，很花钱。马吉，文丹，我。我们马吉刚才看到玩偶超兴奋，哇，好开心哦！我的那个都好心呢。哦，哇，这个超可爱！哇，好可爱，好马吉哦！なんか文字っぽくない？うん、私も同じこと言った。うん、60でも良さそうだね。好可爱哦！可愛い。我们两个真是生小孩之后超级爱逛母婴用品店。なんか自分のものよりも赤ちゃんのもの買ってる気がする。现在还有卖这种小朋友穿的圣品，好可爱哦！到时候烟火大会的时候，他差不多就已经半年了吧？好可爱哦！啊，危険が悪くなってる。やっぱり眠くなったね。我们发现这里居然有三只小猪的围兜兜，因为我跟文章都对三只小猪有个动画的印象还蛮深刻，我昨天就找了一下，发现是迪士尼耶，好像是1933年的影片，超怀念的，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看过超多次了，有点忘记是电视随便转到还是爸妈买给我的。哇，还有皮诺丘，好可爱哦！ルーちゃんは今一人で靴下屋に行きました。餅は動いてる方が好きなので、ルーちゃんは餅を連れて靴下屋に行きました。ルーちゃん、そろそろ帰ってくるかな。我买了11双袜子，11着買った。なんで？なんかいろいろ合わせたりとか模様可愛いなと思ってついに買っちゃった。もうすぐ夏なのでいっぱい買ってました。いいね。いくらぐらいしたの？9800円。あ、でも10着？そうそうそう、11。あ、じゃあでも1個900円とか。そうそうそう。あ、そんなもんか。いいじゃん。他起床了，在我晃的时候。いや、泣かなかったの？泣いてないね。ないじゃん。すごいね、ママ。因为文当说好奇我买了什么，我来带他看一下。首先是这个袖套，我就买了三个，超可爱的。全然使わないやつだよこれ。使うよ、おしゃれ。皆さんこれインスタに出るかどうか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絶対出ないから。これから夏だからさ、冬の時使う。絶対出ないから。还有这个基本的袜子，我买了3双，想说替换一下。到了马吉换尿布喝奶的时间了，去帮他换一下尿布跟喝奶。好，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回家了。很突然吧，在我们刚才换尿布的时候，马吉又大了一次便，然后他后来又连续大了2次，然后他又不喝奶，所以我们就有点担心他的身体，我们就提早回来了。那还好他现在在喝奶，喝的感觉状况还不错。他已经快把他该喝的量喝完了。这是影片开头，忘记我们跟大家讲，这次我跟文当是去住月中心放风，让他们顾马吉。今天带马吉出去逛一天，就是因为 check out 我们可以带马吉出去在附近逛一下再回家。那我们两个放风月中心 vlog 我之后可能下礼拜会上传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次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因为马吉他真的就是很难喂。就是我知道大家都会说奶不要喝太久，就是喝到一个小时的话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可是他真的就是要喝到一个小时，不然他就是不喝。所以就是我们家因为他喝奶这件事情真的超苦恼。那最近就是有好一点点啦，体重之前是有在增加，那现在又有一点点停滞，他看起来又很有活力这样。反正我们就因为他喝奶的事情真的是蛮烦恼的。那我们这次去月中就想说给专业的喂喂看，结果月中的那护理师全部傻眼，说他真的超难喂。护理师还来问我们说，就是我们在家里是怎么喂的，就跟我们见学一下我们在家里是怎么样让他喝到那个量，就可能也是跟环境变化有关系吧。然后他的月中真的就是喝到家里可能就一半的量这样子啊。就其实看到护理师他们喂了这么辛苦，我就是怎么讲也是觉得有一点欣慰，就觉得哦，所以真的不是我跟文当真照顾得太差，就是他真的就是比较个性的小孩，他比较难喂这样。那就真的小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那像是马吉他其实抬头算抬得蛮快，也抬得蛮好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好奇心很旺盛的小孩，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因为月龄到了，所以他的五感开始发展起来，他就是很喜欢到处乱看，就是一直看一直看，所以他就是很爱抬头，因为抬头他就可以看到新的世界，这样就会看得超级开心的。我觉得他就是其实也肚子饿，可是他的好奇心战胜了肚子饿。哎，我也不知道到底真实是怎样啊，反正就是配合他边摸索边尝试看看。因为我们离家蛮多天的，所以就有蛮多传单送到，还有一些不再联络票，就我们买的东西送到了这样子。你来整理一下。可以哦，我拿给马吉拍一个，我看一下。你
大碗壳好舒服哦。気持ちよかった。回家就乖乖喝奶了哈。いっぱい出たね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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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